你就先进去，辛苦一段时间。爸，天底下没有爸爸会抛弃儿子，相信爸爸。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我看过里面的内容，是有一个档案，不过做了加密处理。那个档案到底是什么？我在找的东西是在谁那里？密码你也解不开啊，不如给我吧，检察官。看来你很怕里面的东西。真是不听话啊，你妈妈一定很操心吧。妈。哦，儿子，后面有车。真见胜负，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 U 频道。你也可以在 MeWatch 免费学习选看更多视频。